日前，汪峰工作室发布汪峰包场支持章子怡新电影的消息。汪峰微博转发为妻子打 call， 经历了诗从无到有的全过程，甚至一部好电影诞生的艰辛不易，看到成片倍感欣慰骄傲。第一次做导演的子怡如此娴熟精准地掌控电影的每个细节，从容的诗意道出生与死这个太难去表达精彩的主题，让我们在浪漫中领悟热爱与奉献。邀请歌迷观影，为我和我的父辈加油，为子怡喝彩，去看吧，特别值得。此前在首映礼上，汪峰带着大女儿小苹果到现场支持老婆，一家人这么温馨幸福，确实让人感到十分的羡慕。章子怡已经不完全将自己的重心放在演戏上了，而是开始尝试自己从未尝试过的领域。作为电影界翘楚的章子怡，第一次当导演肯定也遇到了许多困难，她一直都是以自己心目中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许多网友都非常期待章子怡的首部电影。喜欢就订阅呗。